那就开始北京周赛167 Sebastian vs Chanel 罗伊对小林克。对这个对局，罗伊来说嘛，一旦接近就 OK， 就是接近有点麻烦。对，接近了成功之后就分散三楼了。对，但是看来 Chanel 如何接近？好，这个攻击接近啊！狂 S 惩罚。对，来，要来啊！可以，可以。哦，他的回城稍微不安全，但是手边手边来了。哦 ，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爹现在开始了，但是能回来，没事吗 ？OK。哎，这个哎呀，他本来不是玩光焰的吗？他光焰是应该他喜欢，但是可能先训练对这个剑角色，然后再做过去。对，非常的凶狠。OK。红猴，看看能不能加油。攻下，漂亮。141的话，其实对，上体还没死，因为不是成年人林克，对，然后空扇，那这空扇还挺可以。其实那个小林克的话，空下就可以击下，对，但是现在的百分比的话，漂亮哦，连招 okay, 连招 okay, 哦，下野，对，那个时候应该是传说的空 A 就 OK 了。我会去，如果山林做那个空后，那就我会吃惊。漂亮，立马胡子就去了。好啊，那没事，下次见呗。下次，红山，你现在好好上课。红下和空下这个两个都漂亮。迪耶，对，这个罗伊的最弱的攻击是迪耶，差点就杀完。对，但如果滑的那个寒体就可能直接啊，哦，漂亮。好，现在122。好，但是啊，这个小林哥的上帝杀不了人。对，罗伊的酸甜是也是杀不了啊。刚才是，这个着急寒碧也没办法，对，着急了就攻 OK， 攻下然后空 A。现在 Chanel 102 Sebastian 来说应该比较容易击下的百分比了，没事吗？能不能回来？回来了，但是又加的啊！突然的 Hong S。 好，现在1-0。李玛尼，我好好上课啊，下次给我过来，我们一起玩这个很奇怪的游戏。到史蒂夫乱斗，Versan is DQ, Versan is DQ。
史蒂夫面面一把说的特好有段。好，现在一比零，然后地都是一样。不必跑呢，啊哈哈，这个是典型的 online 小林克啊！给我滚开！我有道具，我有上帝。OK， 不要错，不要靠近。妙然，不要过来。还没死，但是这个身在队这边上来的时候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就可以。应该不会死，但是没跳了吧？啊！碰上，这个没办法，可以。不必，哇，来了。啊，红卫漂亮！哦，这个地上好漂亮，但是没啥用。这个有点。对，现在这个深流的问题是它的地面占不太多，所以罗伊的可能空地面的下踢比较强，但是它不使用的话，可能地面就有点难受。那你说这个罗伊除了就躺在地面，多用下踢，还有什么会改变的吗？那除了这个之外，下踢空 A 吧，下踢空 A 是还是他的基本的打法。对，是空 A。对，空 A 是打法也比较多一点。不一定每次哦，对，这样、okay. 对，但是 Sebastian 也已经三条命的优势，所以不用着急，集结抓准。可以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啊，主要是被抓了，能不能回来？啊 ，no no！ 好，恭喜 Sebastian 2-0。